我们刚吃饱，我们今天去吃了青花椒，很明显吗？又有把青花椒的背心当做超人服，所以又今天是青花椒超人。我们拍了一集青花椒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它叫做青花椒又有超人，手不要插口袋，对。然后我们要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是9:20，哎，9:20吗？9:20对，我们要回公司。青花椒离我们公司很近。悠悠，你干脆上学就披这一件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是青花椒超人。青花椒超人。然后我们吃的非常饱，青花椒其实蛮好吃的。搭配颜色很多，因为你穿绿色裤子，绿色。你整个是个绿色系。你像在青花椒打工的孩子啊，你可以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海底捞都有那种，比如说变脸啊，或者是甩面，你可以去青花椒去飞行。哦，有人在看谁变脸。哈哈。你赶紧把抓对。这一条是，谢谢。喜欢飞天小女。我今天是悠悠。然后祝他生日快乐。好。我帮你录。我才不要。其实啊，晚上啊，其实他们啊都就是很像朋友。可是刚才啊，其实我每次啊，只要有录影，像我们刚才在拍青花椒啊，然后我心中就有一些压力。就会觉得哇，好吵哦！就是他们，就是不是拍日常频道嘛，是拍正片，就会学说希望拍到更好的画面，然后也收更好的声音。啊，所以他们有时候面外后面吵，就是有点那种火气就会上来。可是拍这个生活的频道，就会觉得哇，不会。哎，新的全家哎，妈妈妈妈。妈妈妈妈妈妈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是新的全？新的全家哎、欸！我们逛超市逛那个哦，又要买东西，又要买 Oreo， 我都知道，我跟你讲。被发现。那你知道我昨天全年都会寄 email 给我。那你知道我们昨天吃麦当劳吗？我知道。知道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欸、我们这想瞒过妈妈。我觉得我们这区应该有个全联。我们其实公司附近现在是很热闹的。如果多一个全联就好了。你手不要插口袋。开火。我先跟。夹娃娃机倒了。对啊，这边要开一间新的剪头发的。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公司附近有什么好了。比较知名的啦，像是前面有一家麦当劳，很知名吧。蛮知名的，很知名。我们公司走路就可以吃麦当劳，最早有肯德基。我脚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肯德基倒了。对。那为什么会有一些那种麦当劳？以前都有一个说法，就是麦当劳只要麦当劳有开的店面，旁边就会开肯德基，然后这附近的地段就会越来越好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个捷运站。即将要开，是叫做14章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镜头擦一擦。好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周老爸和好男人的声音会不会好一点？对啊，他们声音都不够好，而且我女儿又吃这么多，真的是，她不想理我。手不要插口袋，抢那么多。手插口袋，别的都狗吃屎哦。对，你狗吃屎。然后这一间我们拍过，是云南的傣族哦，它有点泰式料理啦，其实很好吃，也是新店必吃的美食之一。我操！所以你在青花椒人是全世界最废的超人吗？不会啊，他很厉害啊，他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过马路。那一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租出去。那一间很难啊，这边有门是要租，然后这间很大间，
然后以后捷运站就在这边，非常方便。以后也是很重要的。对啊。而这间之前是一间餐厅啊，那我必须跟各位讲，其实这一排的餐厅非常不好经营，因为晚上都没人。就在这一排。对，我们的餐厅就在这排，其实它要靠网络去行销啦。然后这间全家非常的大，很好逛，要不要去买一下？好。妈妈，妈妈不在，挑一样，好不好？好。破坏家规的人，那真的不行。我们家里面没有不能不能买零食的家规，不然你以后都不要买零食。好啊。然后都不准碰巧克力，可以啊。只有我可以吃果冻，对，只有我可以吃梨子。然后你都不吃，你就看我们吃。你今天有没有？看你胖，肥死你，变小胖肚。他现在已经很胖啦。我。这以后都不是什么角落生，我就是变角落肥。角落更肥更肥啊！而且我还没有到角落生物那种程度。带一颗柚子，因为我画完。他有真的是哦，从头到尾都披着这一个，很好笑。要大。这间全家很大哦，我以后来逛这间全家好了。这间全家超大的。非常的大，然后跟各位介绍，我们公司就在前面，然后这边有一间米克夏。对，米克夏。很多商家，刚刚进化教授的街道了。然后这边有路易莎，路易莎咖啡，然后还有对不起，然后这边有个邮局，最近新店蔡琳很爱喝路易莎。你要再一次吗？我加一，我加一，不要。然后这边有煎姜母鸭。中秋节快乐哦！中秋节快乐，走。那家老板认识你吗？他认识我啊。而且今天不吃中秋节。今天可是过年期间，大家也会祝你过年快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快走到公司了。那边又要打我，又要动手，哪有？好衰呀！我之前啊，很爱吃咸酥鸡的时候，有时候都会来这间麻辣牛仔买。那你现在都没有？我现在比较没。这一间咸酥鸡啊，它不是老板在顾店，它是请员工在顾店，蛮不一样的。咸酥鸡应该70%-80%都是老板自己在顾店。其实咸酥鸡很轻盈，它那个备料时间啊，你这样好吃啊，备料时间真的要很长。到了，我们是到了。我们应该是全台湾最偷懒的糕饼店，平常只营业到6点，就算中秋节也只营业到8点。而且六日还兼。对，然后平常六日都休息。我们现在真的比较长的时间是在做一下。对。哇，有人在烤肉哎！公司的后面，我们的车在这里。我们明天也要考。阿 U 可以帮我们输入密码吗？谢谢。阿 U 谢谢你。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机器带回去，我先把它上车。阿 U 不要碰我的电脑。可以吗？然后去收你们的东西。妈咪说你们今天楼上的东西全部都要带回家。还要把拼豆那些都。拼豆也要带回家吗？你们要把东西收一收哦，因为我们之后就要大扫除了，你们接下来也不比较不会有机会留在这里了。对啊。对啊。中秋节过后。书包不要丢在地上。可以捡起来吗？
好，你们赶快收一收，我先把这些东西弄上车。这些东西，你差点又把妈咪的包包弄下来了啦。好了，赶快去走。阿尤，不要在地上翻滚了。阿尤，那你干脆把整间都翻一翻，把它擦干净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要收东西了。我要把东西放在车上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